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横清记，我现在在日本大阪的道洞窟，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、好吃的。据说这是鸭店呢，据说。500，奶茶500。刚才在黑门市场旁边是430。好像都挺贵。这黄色小出租车，那基本都是黑色的，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是黄色的。在这边马路上看的最多的就是，和牛。这是在干嘛呢？这是，这个是要火呀、啊！这歌要火呀、啊！这歌是，哎，这么冷的天。光着身子还穿一个文胸，这个真是太厉害了！现在神奇啊！整一顿烧肉，这是炸牛排吗？这是炸的。没看到太好的吧？这是100克，2980。这个啊，100克够就够2.6，够谁吃的？100克3000也不贵哈。我是有版权的啊！对对对，版权肯定是有的。2万块钱。哎，吃饭怎么得2万块钱？估计得。这个神户牛，看看怎么样？不是烧的，啊，自己烧的，不是自己烧的呗。神户牛，这也是神户牛，这边全是神户牛。这个不是吧？都是烧好的，应该。